题目准备好了没有？在这边。哦 ，OK OK。现在我要问的问题，我跟你讲包中了，因为问题的这个答案通通是我们想的。我跟你讲，看起不老不能要回答的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要玩的第一个游戏，我们要先把问题说好了。等一下人家有说的，哎，音浪啊什么都不太好，好吧？什么？就是说我们当我们一问了问题之后，第一个呢，我们台下的朋友就让有机会先回答问题。先摸到我们的手了，摸到我们的手。应该是先来，然后。对啊，就先跑到我们台下，摸到牌就是先回答的朋友，好吧？先排队了哈。排什么？人家在抢答了，排队。抢答会跌倒哎，会抢，因为这间不是很大间。我跟你说，他们不会跟人家不往这样抢了哈，真的哈。来，第一道问题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妹妹没有看歌台的都知道这个答案哦。对，第一道问题。请问浩浩是从哪里来的？台湾很大哎。台北啊。台什么？台北，谢谢。谢谢。阿国呀，我爱礼物，我不要握手。哦，你爱礼物，我还握手呢。谢谢你，谢谢。哎呀，我说，哎呦，算吧，哎呦，这有吗？那个，第一个先碰到小宝的手的人就回答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我从抢来往的管道，太夸张了，抢来往的管道。没有啦，第一个碰到手，摸到我的手的人就可以回答。摸手会跌倒，第一个坐到椅子的人，好不好？不要会跌倒，还要站起来，抢椅子会跌倒，放地板啊？不行，这样，那我坐，摸我手的，碰到他的手了，来。请问浩浩来了新加坡有参与哪一部电影？哦，不要嘞，错呀！一人只有一次回答的机会哦。一、二、三。二来十二呀！谢谢。问的第三个问题呢，跟我们十二莲花也是有关系的，请问。里头演出的角色的名字叫什么？小飞侠。好，人家在跟你握手，没兴趣，不要勉强。好，啊，你有几张？几张？几张？我讲不好，我直接提礼物，直接提礼物。来，这个稍微难一点。如果平时有看报章、看报纸的朋友，看浩浩报道他的故事那个系列的朋友，可能你才会晓得。如果都不看的朋友，可能你都不知道。请问，浩浩的原名本名叫什么？快！陈世文。什么陈？橘子的陈吗？前程的陈，陈飞。啊。哦，这个也是很容易，这个很容易，这些问题都是一片影响的。哦，是哦。他就是要送礼物就对了。真的哦。来，请问浩浩来西多少年啦？良心怕的话哎。哦。我给你哦，我先可以哦，谢谢。好，刚刚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访问当中呢，一直有说到的这个浩浩在我们的这个。来临的这个生日11月10，问题还没有问完，我没问完，还没有问完呢。你讲11月，你讲12号，11月12号，你要11月怕电还有啦。11月12号是他举行他的那个生日派对，可是我要问的是，请问浩浩今年的派对生日，请问。我看到这支还要签名的。如果从第一年浩浩来到现场，来到新加坡有举行生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知道他的这个正确的生日的这个日期。请问浩浩的正确生日是几月几号？哎，找不到，等一下，我们不用有打的手。
手放下，一二三，举靠前这一块哈。没有啦，我来喊，我来喊。好，来，我来喊，到三要举起来哈。三才举起来。先放先来了哈，来。一三。黑色线条的衣服的，来来来，二姐。十二号。十二号错。对。这期的就是十二号。好，他绑了绑，换喊一二三哦。三。姐姐来，姐姐。对。对啊。生日，然后十三号才是真正我的生日。对，好，十三号跟小宝庆祝了。不管。好了，好了，我问你。好，那继续我们玩下一项节目了哈，我们要让歌迷朋友猜一猜东西。猜一猜东西。我们要叫几位哦？我们来三位。三位好的。有没有朋友要参与这个游戏？三位大人嘛，因为小朋友会，小朋友等一下用猜的。哦，要先上台才对。对，三位就对，等一下是三位。先上来了，再跟你们解释要怎么玩。好，要参加的请上来。三位是不是？对，三位。三位朋友，来。参加了还可以再见，有拿奖吗？有拿奖就不要了，好吗？因为今天呢，在场都是好朋友，好一家人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姐姐不好意思哦。来，有人要上来玩游戏吗？如果没有，就请过来。来，我们大哥。来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节目很好的，这一项可以摸到浩浩。好，来后面的朋友们，多两位。哎，慢拍谁啦？